可以啊。哇、哦！你第一次自动，被你发现，还没有人进来，没有关系。嗨，大家晚安，是不是要再亮一点啊？你觉得？你给我进来哦。这是晚安还是晚安？晚安吧。嗨。耶！哎，我这痘痘贴好明显。你现在才知道吗？这个比较明显。嗯，没有办法，有皱皱。怎么了？怎么了吗？太棒了，我们今天有肉肉。嗨，豆豆。嗨。开心。我在陪他的，我在旁边玩玩东西。他一直玩东西，他刚抓到吸血章鱼。Yeah。乌贼，乌贼，吸血乌贼。跑很久。赞哦。赞。很久没看到肉肉。有吗？我不是很常出现。我每个礼拜也都有开直播，大家。我们今天就是吃饭聊天。对。然后我的刘海长得很恐怖，我的痘痘长得很可怕，超明显。哦，我跟你分享，我昨天就是因为他是闷痘，然后就想说挤挤看，没想到他被挤爆。然后嘞，然后他就一个突破，就啪啪，然后就出来，啊、我自己跟自己都吓到，然后我就挤，我没有挤过痘痘哎，现在通拿的向日葵，就不会长痘痘是吗？会啊，但我不敢挤，想说挤了大不了留疤，刚刚讲什么？挤了大不了留疤，我看起来有留吗？没有。对吗？欸、你有两颗哎，现在没有，我全身一二三四这一。有一颗头顶在没有呀，一二三，然后都额头四五六七，这是没算好，可能最近有对嗯，不好说。晚安大家晚安。我现在看到气球，然后我刚刚不小心把我的弹弓送给了我的邻居，是怎样？就做啊，这花是你自己种的吗？不是我姐。你俩该怎么做？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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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啦？等一下啦，我都播音乐啦。为什么？嗯，没有固定，就是一个歌单，然后让播。晚安，晚安。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卢瑞斌。晚安呐、啊。我是阿婷呐、啊。对，蔡柔叫我阿婷。对，我都叫她阿婷。她帮我取了一个新绰号。阿婷。是。可以开始，我们的晚餐到了。看起来太红了吧？啊，不是要辣，好恐哦！刚刚要看一下，好恐怖是什么？好恐怖啊！哇，好烫哦，耶！不要拿，干嘛拿它？它分开放哎、欸，因为它是面啊。谢谢，谢谢，谢谢，不够我吃啊！妈妈她要酱那个，没事没事，盐巴哦，你要盐巴？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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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你看我等下再吃。什么？因为现在有点重态。你可以讲。你看你的宝贝。对啊，哎、欸，我这是我新的玩具，它有没有看到流口水？有吗？你不看好、哦。它叫做 OB， 因为它的嘴巴是一个 O， 所以叫 OB。不是个 Q 吗？它是 O Q B。Q B 听起来蛮可爱的。那就叫 Q B 吧。耶、yeah, ，成功改名。就叫 Q B。谢谢你的新主管，谢谢。哎，你也有，算了。什么让 OB 退场 ？OB 退场。啊、欸哦，没有。怎么样？你要报是不是？别，要吃饭，要吃饭。你有没有吃？你吃的时候再放。强迫肉肉呢？哇哇！这很
可爱，好漂亮，那个。哎呀，哇，这是我的提早送我哥跟我姐提早送我的生日礼物。生日快乐！谢谢，还没到，谢谢。提早送你的生日快乐啊！啊！桌旁边的肉肉，我被强制拖来。什么意思？明明就是陪我开直播。没有啊，开玩笑。什么意思？因为我没事。肉肉自愿来的，我没有那么。他拿着枪逼我，要不要来？什么意思？还没有嘞。这是 Tuna 的，这是什么？不知道，没看过。花黑粉。花黑粉。花黑粉。还是自愿拖来，我问他要不要来，说我说我不要，他说你最好是跟我来啊，还没有，哎呦，要碰到我，不会呐，谢谢哈兹精粹，谢谢，这个特效可爱，什么特效？那个刚刚花黑粉，哦花黑粉。肉肉开眼，肉肉最爱我了啊！没有，那第二爱我，没有，第三爱我，嗯，前面蛮多的，我把你给我看哦，前面有那个五星零一，就是酱不好吧？哪里？酱不好，哪里不好？酱我会当金，不用当金，我会当金，不用当，中人威，当金。当当叮叮，你要讲什么？当当叮叮，我妈刚刚帮我们买晚餐的时候，肉肉订了四个锅贴，总共八个锅贴，总共八个。然后我妈就说：“肉会不会吃太少啊？”叫她不要客气呀，你没有在客气吗？谢谢。谢谢小雨的听不惯，每个人都是我的宝贝，我要当肉肉的宝贝，不行，什么？因为太多宝贝了，那我是什么？所以我只能一一就是都是跟你们讲不行，你不要对他拿了，他肯定不会做啊，被你发现了。好香哦，你的锅子，看起来好辣，心情好。我要谢谢，我不要，他不用，他不喜欢。那鲜奶啊，可以，鲜奶在给你吃。他好像不太喜欢喝牛奶，你怎么？还好，想喝的时候嘛，不会。生日快乐！开玩笑。啊，这是什么？他说别人的。对啊，生日快乐。我在吃什么面？你口。我好怕我倒到喷出了。我来。烫，烫，谢谢。烫吗？好。这是真好。我应该拿点快点，我后悔了。那你可以喝我的真奶。真奶？真奶是什么？我不喜欢。你不喜欢喝真奶？我不喜欢那小珍珠的奶茶。是。嗯。你看，还是宝贝。呜、嗯。太不容易。不用不用水果，东西蛮多的。好，那就先这样吧。谢谢。不会。那我出门了。好，拜拜。好好，拜拜。你吃什么？大家在问你。我吃少辣珍珠馄饨，巴巴巴。我不喜欢喝奶茶，你认识我这么久了，你是我亲弟，你这样子说我不喜欢喝奶茶。你是我亲弟，笑死。啊，我不喜欢喝奶茶，茶类其实不太喜欢，我在慢慢接受。绿茶啦，他刚刚喝绿茶，喝过绿茶，没有很绿的绿茶，很绿的没有，你到底在讲什么？反正就是有在慢慢变色，我在跟绿茶慢慢变色。
对，谢谢追踪，谢谢。耶、他说肉跟成员在一起都男友蛮多、我们会打架，我好像反胃。哎，你是多铁子啊？现在换了，没关系，我这不行了，你这样很不方便。没事。难怪你们都没有在关心我。你不喜欢喝奶茶，我不喜欢吃豆奶，真的很胖。吃了别的东西，肉刚吃了一盆青菜，然后加了盐。他吃了一口跟我说，我需要盐巴，然后我就去拿盐巴。他们家盐巴罐子非常特别，就是一个，没有，是别的罐子，然后拿来装盐巴。我不喜欢南京，我也没有很喜欢南京，我奶粉，我喜欢奶，牛奶，对，他喜欢，他也喜欢喝奶，牛奶，他喜欢牛奶类东西。没看到我现在这样，没有，那个罐子是装别的东西的，然后拿来装盐巴。几号？那赶快给我剪刀石头啊！啊，剪刀石头，这很酷的款，我也觉得。谢谢乐波，其实没有很辣，这里不吃辣，我不吃辣，真的，嗯。小辣，这个就有点辣，可是不会辣吗？你可以接受，你可以吃咪咪辣，胡椒，胡椒跟辣椒的辣又不太一样。嗯，哇哦，瓦萨比的辣，然后我可以，我喜欢它那种呛呛的感觉，呛呛的感觉，呛呛的感觉，就跟你一样，喜欢我耶。Yeah!你也蛮呛呛的感觉啊，你呛呛的衣装，呛呛的感觉，呛呛衣装就是比较帅，比较 sexy 的衣装，呛呛的都呛呛，算吧，哦不算，我不算，我只有呛呛，我没有 sexy。红烧茄子面先不要，看起来很奇怪，红烧茄子面，就是里面有红烧，也没有茄子。肉肉的情景都唱不出，什么意思？我也听不懂。糟糕，糟了个糕！谢谢切耳朵的定制款，我帮你取的名，切耳朵，赞。红烧茄子。谢谢451661的向日葵。所以呛呛是什么意思？呛呛，问你还呛呛什么意思？呛呛的，我呛呛。我是说瓦萨比那种呛呛。呛呛的，所以我是瓦萨比。我。是节目日。节目日。也冷哎、欸。我跟瓦萨比比较像，但他还我剪短，我算是剪短了。对。而且发现我旁边看起来有吗？没有，我对别人的头发我。蛮没有感觉的，是蛮直男的部分，我觉得现在，我上礼拜不是就有说剪头发吗？瓦萨比是三葵，不是芥末。哎，反正就差不多了。对啊，差不多了，是芥末。哪有这么甜的瓦萨比？你知道什么是世界末日吗？世界末日，就是呢，有一天。世界末日，谢谢柠檬的向日葵，请说。世界末日，芥末日。OK。哈哈哈哈哈。什么？什么？
西。什么东西全都是。对，我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手机卡到哭。居然是肉肉哎、欸。什么东西？我要点。世界末日的部分。还是简短的部分。哦。有可能是简短的部分，我想。就是选你们拼唱。哎、欸，我简短。我。这我真的不行，除非真的剪很多。我剪了五公分呢、欸，我剪了五公分。我以前是超级不能理解为什么女生会，我也是，女生花100块进去，花钱去剪头，还跟人说修一点点，出来说哎、欸、我剪头发，我以前无法理解。就有差啊，就是自己感觉有差，会吃到眼睛。谢谢，哎呦 ，A K 新演员，哪来的？自信，耶、yeah! ！Miso，Miso 你哪来自信 ？Miso， 啊，所以新演员是 Miso， 他自己写了 AK 新演员。没有，我之前看到的是只有新演员，没有 Miso 的。真的假的？嗯、你刚刚以为我剪的跟肉一样，他没有吧？可能是我最近长长了。对啊，他最近比较长。你又给叫你新演员，谢谢。先不用啦 ，Miso， 不需要这样子啦。我是觉得，我会叫他 Somi。谁？新进的新转换。没有没有，这个不是叫你，不用担心。是吗？那就对不起对不起，我吃面技术很差，我拉远一点，我这样我这样。看得出来。哎、欸，你是不是也不会拿筷子？我会拿，你看我拿筷子。我这样拿的 ，Hello Hello， 我这样拿的，怎么样？头发在后面，好，放在后面，看起来。Hi、我这样拿，哎、欸，我这样拿的。其实我吃面的习惯，因为我不喜欢 double 拿。我跟你拿的一模一样。你懂吗？嗯。可是然后我就会用筷子习惯把它切断，因为我喜欢连它一起。可是切断就切不断，很麻烦。就是切到它断了，哎，我讲，对不起，你感受得到它断掉？感受得到，我感受不到，断掉不能看到，感谢，就是跟那个墙壁去摩擦，肉肉传授吃面技巧。我昨天看《失速列车》，然后呢，我看完《有心人士》，他说僵尸有进步哎，不是他进化。第一集倒追，第二集用四肢，然后是风骚走位，跳到车顶，再从车顶跳下去，啊！风骚走位真的好笑。我筷子有两种拿法，一个是不对拿法，一个是对的拿法。有时候不对夹不起来。风骚夹的。风骚走位。风骚走位。风风风。黄国宇吗？有人有去看吗？那么颜值问题，还好啦。可是我觉得可惜的点是，就是又看音频。没有，我不喜欢看那种僵尸。我昨天跟我姐讲，我姐说你不要跟我讲僵尸很可怕，我说僵尸是鬼呢，僵尸很可怕。然后他昨天要拜托我帮他办事，然后我就说我不要，因为我要很早起床。他说拜托，我说那你听我说讲，你继续帮你办，就是。你很坏哎，你怎么那么坏啊？因为最近不是有那个什么，振兴券嘛。嗯。然后他就帮我跟我妈办，但是在两间不同 seven。
我说你为什么不关在家？他说什么什么我爽，我不能再说一次，然后就强制把他压制，因为他没有手可以把他耳朵捂起。我跟你讲，今天电影开始这样，真的真的。喂嘛，谢谢你的新之冠。谢谢真真的新之冠，谢谢胡娜的剪刀。第一季的，第一季的风，啊、不是不是，风骚走位。第一季的失速列车，第一季的失速列车就是有点。偏人性的就是剧情比较多，所以你看你会沉重，看完会觉得沉重。就是你这第一集是真的会哭，然后第二集是僵尸开车，然后坐来坐去，那个坏人就是会把僵尸玩具机。可是第一季的坏是他很没有人性，虽然第二季也是，可是第一季的人性是，我不知道，就是还是有差别。如果真的去看的话，完璧贯通，真的完璧贯通。我跟你讲，我觉得最精彩的就是他们开车进去，按钮，他的那个，我都已经被关起来了。好妙，好妙。没有，是人类。然后，哎，他超帅，开车技术，因为那个僵尸对灯非常敏感，所以大家都是没有在开灯开车的。然后坏人追好人，然后好人就一个开灯，一个甩尾，然后灯照，然后僵尸，然后坏人就被堵住，这样他先给他开，然后甩尾，然后倒车开，啪啪啪啪。你笑超多哎、欸，超帅，多专业。虽然没有同流，但是、但是张栋元也是那个韩，他们不是说什么韩国四大帅其中一个，然后孔刘、张栋元还有谁？我帮你评估，评估。哇哦，香。也是蛮帅的啦，四大公共才是什么啦？玄彬、孔刘、宋智宪跟张栋元都还蛮帅的，老帅。真的没有很辣，但有点麻。是在哈喽。不好意思，是这样好了。反正，哦，要这样子才看得到。嗯。Summer Dance。应该去 Google， 他那边真的是谁？
空洞牌，好笑。哪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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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骂别人就是，哎，你这个稀有菜。啊，很烫。这个不辣，它只有不烫。嗯。谢肉肉，如此贴心。哦，我妈以前就是。帮你切一下。刚刚你说吃那个凉餐，嗯，我本来加汤，汤匙拿起来，然后那个水就唰，傻眼，伤害到的心，没事，没事，那个针对你，是吗？开玩笑。我们其实本来今天要煮一篮，然后原本要在厨房，但是觉得有点懒，对，就是不知道这个要放在哪里，所以就没有煮的。你是煮火锅还是打水漂？然后我跟玉吃。杂鱼，哈哈哈哈哈！他有没有喷到？有喷到衣服吗？没有，他就是水柱喷泉，天女散花，天女散花。你知道，因为汤匙它就是这样嘛，嗯，你水下去它会这样，嗯，你以后洗完你可以试试看。我知道，我试过，我都喷到衣服了。哎呦，好哥哦！哎呦，好哥有够高哦！你粉丝吗？我打嗝，不好意思。海底捞上次讲什么海底捞？我上次在海底捞那个店员不知道为什么看到我就一直笑，笑到他觉得我就问他说我很幽默吗？他说他就一直笑，太坏了吧！他就送了一条面，但是我很饱。为什么只有生日可以吃海底捞？我有多种，对啊，对，我这里总共三颗。最近长得有点多啊，多多，还有肉。因为我一直都在长。我也是啦。Maybe。Maybe。Maybe。他就是安静的吃播。看你点什么？巴拉松人，我就很尴尬，我觉得。我也不太喜欢。就是看一次就够。因为你如果背对他的话，你要特别转身，很累耶。就你要特别转身，就不能吃东西，就会觉得。我是因为太吵。然后我会过来，然后你就不知道做什么表情。你就跟他说。不止哦，就看你怎么吃啊。所以就觉得好像没有，就是安安静静的吃饭，我就喜欢。要看人。但海底捞本来也不太安静。是。演他很，他会伤心吧？不好啊。
很坏。对啊，很坏。这也太难过了吧！我刚听的隔天立马吃鸡，想说是的，我要洗鼻涕哦，洗清楚。我刚以为在洗鸡，它是烘干机，就是都没在用。你其实大同小异。不一样呀，一个是湿的，一个是干的。反正你们那种的，是吧？这家台风的是哪一个？有经过这个设备吗？什么？是我幼稚园的时候吧？那我幼稚园的，最可爱，谢谢。那你分享幼稚园姐，我忘记是我还是我姐，好像是我姐的。然后不是那个。中小班都要去表演，嗯，我就在台上，什么？你跌下去了？吐了，吐了！我记得那时候主持人是，你吐了，好笑。为什么吐了？不舒服？对，怎么惨啊？而且我还记得那天也在哭，因为我妈说要答应。我不知道，就是那时候，我记得就是那时候不飞雷公交，飞车公交，来不及了。我想抓背，帮你抓。我跟你们说，我最近在看。我最近在看《赤发白雪姬》，你知道吗？一个动漫，就是想看动漫，就是画的画风很美。谢谢爸爸的兔猪猪。你突然爆笑，他觉得我很白痴。喂喂喂白痴喂白痴，谢谢爸爸的医用口罩。然后为什么会看呢？是因为那时候我在剪头发，然后剪头发那边有电视，然后就可以选动漫。所以一般来说我都是看海绵宝宝或是神奇宝贝那种的。然后那天我就刚好不想看，然后那个帮我剪头发的阿姨就很惊讶说：“哎、欸，你怎么不看海绵宝宝或神奇宝贝？那很吵哎、欸。”可能他不喜欢我看，因为他觉得很吵，但我都会看，反正有就看，因为就是真的蛮好看的，海绵宝宝跟神奇宝贝。不觉得吗？海绵宝宝、神奇宝宝好看。好吧，你不准海绵宝宝吧。很好看，然后。我那天就突然不想看卡通，我就说那我就在看动漫，然后我哗看到这个好像画风蛮好的，颜值蛮高的，然后我就点进去，颜值蛮高的，然后就点进去，就这样。然后我看完第一季了，还有第二季。哎，我跟你们说我刚以为你要说我看完第一集了。然后在第二集，可是它没有很刺激的感觉，就是那部片没有很高低起伏的，它就是平平的，没有云霄飞车，对，没有云霄，它就是平平的，还是很烫刺激，不够味，是要加盐巴吗？请问盐巴大师，对，你试试看，你觉得不够不要，这真的不够味的感觉，那你就加盐巴，真的会够味。你就质量，我会帮你试炼出来。好，谢谢你的心之碗。
我跟你讲，汤的、啊、你加下去没感觉，对，你要直接加在面上，然后就吃。可这样不会吃到一颗一颗的吗？我没有关系啊。你没有看到他加的姿势吗？超级白痴的，超级白痴的呢。给我加一只手，加好看。加好看。我刚刚讲哪里？没有高低起伏。我之前看了一部，然后他就比较，这神奇宝贝都比他还要高低起伏。看了一部什么？哦，《杰伦少女》，对对对，《杰伦少女》，你知道吗？《元气少女》杰伦少女。我没有在看。八位，丑摸哎。我没有在看动漫。音出才有的动作，是不是？专业加眼巴。哈哈哈！专业。天鹅加眼巴。有点厉害。不觉得很像吗？很像哎、欸。没有，这叫做。你身上的神，很久哎，对啊，就突然想看就去看。哦，好，我要分享，就是我，然后之前我戴的是银色的，我也戴十字跟小指，就是戴不同。然后我之前是银色的，然后戴了戴戴，就有一次表演的时候就飞走了。也是表演的时候，我的这一只就飞走了，然后我就有一阵子没戴，然后昨天就去买了不一样颜色，它是玫瑰金的，就是另外一种，玫瑰金色，然后还有一个狮子是银色，然后有波浪，对波浪，我昨天在那边挑的腰很帅，因为要这样。而且我戴的三号的样子，有喷到粉丝身上吗？我跟你们分享一个非常好笑的故事，就是偶像是那个防弹少年团的、啊，然后他们有个成员叫 Sugar， 他之前表演戴了四个戒指，就是他的名字 Sugar，SUGA， 超好笑。结果他表演完跟大家讲少一个，不是有被捡到吗？被台下粉丝捡到。他的 A 喷出去，被台下粉丝捡到，所以那个粉丝是回到家才发现这件事情，超幸运的，超级幸运。我跟你讲，我有时候就是练习啊，练，就是戒指会差点跳，然后跳，差点掉，然后我就这样默默把它推回来，差点跳也太白痴，没有找回，没有。因为它有点难找，对啊，它这么小，我大概三还二吧，我的小指是二还是三？二，好像是二。但我回家才发现，可能就掉进你的口袋，你自己不会发现，就演唱会很开心。应该没有吧？我觉得超幸运，它那个 Sugar 真的超好看，真的吗？它是定制的，我有找到那一间，然后这个好像是十几，但是我的小拇指哦，我的食指是李彩杰的小拇指。李彩杰的食指好像17吧，那样剪一下，不行，因为它已经比较合我的尺寸，不行啊，再买很贵耶。没有，它那是跟鞋垫，戒指还是要钱。买。那个喷鞋垫超好笑，没听过。就是跳到一半，然后鞋子喷出去，鞋垫也跑出来，超尴尬。然后就在台上那边穿，然后他成员就帮他把鞋垫捡起来塞进口袋，然后就有别的成员笑到跳不下去。塞进口袋太猛。他好帅，我也觉得他真的好帅。嗯，八位就是动漫，你不涉猎吧？我之前有。那个 Rio 游泳的哦，四个人，对对对，那个也很帅。那个我没看，怎样？那个真的很好笑。我等下找找看有没有影片，超好笑，超级好笑。你好像不要了，
我昨天找，就我的尺寸找超久，因为手很小。对。Free 是念 Free 对吧？嗯。而且还要买他那个，他们以前动漫展上的那个组合。哇塞！真的很塞。可是以前看完动漫之后会想买，我以前看完 Love Live 可是就经过一阵子发现，对，买这个到底干嘛、啊？就是很微妙，除非你真的他真的会一直出你很喜欢他，不然时间过了基本上是不会再出。对，就是要克制住、那個、偶像的周边，偶像的我是会买，都有偶像的我会有一点。要看啦，如果这个就是他可以让你喜欢很久，你就可以买。对，那如果你我也就不用买。我之前买了 Love Life 的，就吊饰还有资料夹，就有点不知道他到底可以干嘛啦。我买谁？我买领的跟那个三个主要的。后面我都现在觉得，为什么当初要买？资料夹至少可以拿，可是拿出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塞，我也太窄了吧。然后被别人看到就很。年轻人拍照姿势，你说那种星星吗？还是爱心？这个到现在还会比吧？应该还会吧。哦。买过最棒的周边。他们的周边我觉得都很棒。我懂，如果大家懂的话。我因为我喜欢的团体，他们的周边我觉得都很棒。官方的周边，官方的周边最值得买。要买记得买、欸。我觉得他们之前有个朱红色小包包，那个小包包好看。你说的是，就是那个在演唱会。哦。有送的，送给粉丝。有送哦。嗯，不知道有送。他就把他的东西。他要吸干了啦。他好像是送给一个就是行动不方便的粉丝，很赞。好吗？真的有点不行。你看，你喜欢吗？我超喜欢这个，这个真的很好看，它的 A 牌。这是官方吗？这个是定制的，它没有办法卖，它没有办法买，断货，没有办法买，永远，因为它是定制的。服他们，对啊，那他干嘛还要摆出来？就是给你看一看好看的。OK， 你不觉得真的很好看吗？我超喜欢这系列。我觉得很大，我不喜欢很大的戒指。它放着就很好看，跟大家分享。我不喜欢很大的戒指，觉得很多。对对对，然后它的 A 喷出去，在舞台上嘛，韩国表演不是都很浮夸。跟我们不一样，我们是带三个，人家是带全部。他好像就是全部的。啊！好可怕。我喜欢使用类。使用类。我喜欢简约的，简约型。这种是不是看不到啊？现在能看得到。看得到一条线。你刚才做梦都是想的，对啊。此生无憾。我跟你讲，我前几天做梦梦到他们。OK， 一脚跨在椅子上。同手手都很放膝盖是什么身材？你形容的很仔细。豆芽看好吃，多吃点。我找到影片了。不要放人手。我超想要那个戒指，那一整组都很好看。其他的都好看，没有四个，如果真的可以买，我是会想买的。一下子把其他的都，嗨嗨，哦，这是鞋垫的部分。他的鞋子，我穿起来，我看看，是垫高的吗？对对对对对对，太尴尬了吧。跳不下去，太尴尬了吧！5年前嘞，好久。对啊。Hello，
通话也可以了。那五个我都可以啊，不是四个我都可以。是怎样隐形的？就是四个加他手上那个。它是定制，然后放在官网让你看。我要再放了个寂寞。好想要。但定制应该也很贵。贵到爆吧。没有，那是当下演唱会表演结束，他还拿去，他说大家，我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刚才表演的时候我的 A 碰出去了，他就这样讲，糟了，然后粉丝回去就发，好像发 Twitter 吧，然后就推了。刚刚那一间店是说，他们家蛮多东西都是从他家来的。我本来是想去看面。你觉得哪一家有哪个？我之前有喝过全联有一个高大，我不知道它叫什么，但是它的奶味很重。高大很好喝，奶味很重，你可以喝福乐代多，代多多。我之前喝那个，就是它的奶味。我不知道怎么讲，反正奶粉不错。不是，我不喜欢奶粉奶，我也觉得奶精奶。高大真的很好喝哎。如果你是那个粉丝，你会感觉不错。不会，谁会啊？不会，不会有人会那么手法。他没有叫你还给他，都不会。啊，除非他有说要还，才会还，不然是 no no。而且他还可以再做。嗯。我们要买还买不到。那有专利好像，我记得他好像有专利。那四个有，好像有，难怪不能卖。我要看你情况。那四个我真的很想要。No。我按这个。现在是敖怡真，按起来，再来一次，哇！谢茄子的新之冠，你们也太可爱了。你很无聊哎、欸，五天使是怎样？我还六哎、欸，你上面写对题四啊，七八了啦，七八七天使八天，一零天，是豆豆天好明显，是的，这是吸满的吗？吸满的。会吸油？不会啊，它就是贴的，就是为了吸你的浓啊。那它只是为了就是它贴它，你看起来有吗？没有。五三一天，他去马桶搔首，结果在人家袋子上面有，好惨哦！我说我分你一点，分你一点，我这边吃不太完，吃不太完。诺诺已离开直播间。他贴是为了要吸你的脓，然后贴痘痘贴其实让痘痘变，就是比较快好。我一直以为他只是美观用的。你只好报复性宵夜吃串烧。谢谢开心的新之冠，谢谢。就那种
组合吃鸡蛋泡面。哎，我们吃到鸡了。你有玩吗？你没玩，没玩对不对？我删掉了。好，现在来打，来啊！我手机在那里，我要打什么东西？大家拜拜。没有啦。对啊，关锅玩吃鸡。我玩了几场，我跟李彩杰跟柏林玩了不知道几场吃鸡，然后那一场吃鸡 COD， 那一场吃鸡，那一场吃鸡真的是 Oh my God， 是就是那场吃鸡吃的很神奇耶，而且真的是我在那场吃鸡的时候，我以网络还延迟，就是完全没有体验到当下吃鸡的快感，就是哦我们吃鸡了耶，怎么结束？对对对对对。我整个就是很难过。Go go go， give me the 生计，就是躺平，说你躺平，对啊，躺平哎，柏林 cover， 就是他在一个。不知道什么排位，我不在意。那你没有这样，我没有在打排位。你在那吃吗？海跟它就一半是海一半是陆地，然后那个陆地上面有一个，它几乎缩在海上，然后在海上其实不太好打，所以呢我们就在那个边边，真的是边边的上面那个建筑，很高的一个建筑，然后我们就找不到人在哪，但因为毒圈很毒嘛，最后然后毒圈就缩到我们那边，然后柏林的时候就说你快点上来，你快点上来，你赶快上来，然后那时候我的网络延迟，所以我就一直在那边原地跑，很好，就是他就我一直这样，然后我一直前进不了，就这样对，这样子，大家好看到，就一直这样，然后我就，他说你赶快上来，你快点，你后面有人，这样，然后我就硬很努力的跑上去了之后。然后我就说快点人在哪里，然后人在那栋建筑物的下面，因为那个建筑有空格，然后就下面，然后柏林就把他射死了，我们就吃鸡了，然后我们就因为我们每次几乎都第二名还第三名，然后我们就不能安稳睡觉。哦，我还可以跟你们讲一个很好笑的，就是有僵尸模式嘛，然后我超难玩僵尸，可是还蛮好玩的其实，然后那时候已经吃鸡了嘛，然后韩就说哎，那要不要就是玩一场僵尸再睡啊，就各种不去睡觉的意思，然后韩就说那要不要玩一场僵尸再睡啊，结果呢，谢开心的剪刀，谢谢你，结果我们找不到僵尸模式要在哪里开，我们在那边找了大概十分钟吧，然后完全没找到，我们想说那就玩别的模式，然后我们就玩什么据点占领还是什么，再吃一场啊，那再吃一场如果又没有赢就很没送，会再玩很多场，对啊，就找不到，我们真的找不到僵尸，我还上网查僵尸模式如何开启这样，然后韩寒也上网查僵尸模式，然后就没有人查到，这三个人都退出那个房间，然后去找，大概找了十分钟回来，找到了吗？没有，找到了吗？没有，那我们就算了吧，那就玩别的这样，很白痴，很白痴，我真的真的很呛，呛啊！玩什么都好，反正不会就不会了，好像没有了，真的假的 ？Oh my god! Oh my god! 你还帮我。谢谢你。那你看的会吗？我觉得蛮好玩的。竟然没评价很差，所以看起来你们也很常玩，你们都没有用过吗？
遇到可能遇到可能就把他杀掉了。他打我，他打我，然后就把他杀掉。真的假的？什么真的假的？你说汤的部分吗？废寝忘食。啊，废寝忘食。你后来被打回来了，那打你也没赢得多。校长没有，就是要打僵尸，然后买枪。不喜欢玩枪战。哔哔哔，哔哔哔，好的。为了明天 ，It's true 。可是我最近想载别的手机游戏，但是我都找不到好玩的。我现在手机里面就只有吃鸡而已。你最近也没有游戏啊？有啊，我有啊，对。全都对局嘛，比较常玩。我不喜欢玩传说。我也打得来。我就拖我同学来玩打传说，然后我跟我同学打传说也是打到很晚，到三四点。你要放音乐吗？嗯。哦，我想说你怎么把我的音乐。耶、谢谢追踪，谢谢。三六明星小镇快要聊，那真的是要玩消消乐还是什么的？我不喜欢。谢谢飞宝的谢谢人草，谢谢。我不喜欢玩消消乐，就 Candy 什么的。快！对呀，太喜欢。你怎么在这时候放这首歌？不行。欸、我很喜欢这首歌、欸。我很喜欢，我当然喜欢，但是太那个了。太哪个？怎么了？我都听耶。嗯。不行，要嗨一点的。好。嗨一点，来我来。我不太喜欢消消乐，我不太播他们的歌哎、欸。不喜欢播他们，喜欢自己听他们的歌。很喜欢 Fade。什么 fans？ 我有个粉丝叫 Fade 啊，你喜欢他？你哦。不要乱掉粉丝，傻眼。是你先的。Sorry 啦。好吃吗？你说面吗？饼干好吃。哦，饼干蛮好吃。我刚跟你讲。魔动展吧，因为他们两个跟一个女生一起做。哎、欸，这我喜欢，这种我喜欢。你们看不到在那边发疯。那玩不？不行，我不喜欢这种。应该是长久来正头了，我觉得。北极星，不是听说肉松的吗？我哪是？是嘎嘎妹，是，他是嘎妹啊，他自己都承认他自己是嘎妹。哎、欸，他说我是他的快乐来源其中之一。对啊，我的朋友都是我的快乐来源之一。嗯，你朋友很多，所以我不是其中之一。你是我朋友，所以你是其中之一啊。他们不是我，不是你朋友吗？你是我朋友啊。你没有朋友。你啊。你没有。你是我朋友好吗？你不要这样子，伤心哦。朋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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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我，看我。朋友，看我好吗？
看他们呢。走心哦。不行，我不能接受我朋友说我不是他朋友，我真的会走心。他刚说他假日，安排时间要出去跟朋友玩。我说，请问你有朋友吗？我说你，我有回说你啊。我说三二一，你讲啊，他讲不出来。我有说啊，三二一，我说你，我讲你好不好？你自己在那边选择性暂停，暂停什么？决定暂停什么？选择性耳环，对，暂停是怎样？谢谢马尔基的乐博，然后我们要接我，不会是我啦。体育馆的人那么尬，他自己都承认他是尬妹。不用不用，我吃饱了，谢谢，谢谢。这首歌这张票，真的要选张票，蛮可爱的。一个男生在台上在抽烟，很可爱。今晚，我想来点肉肉。你可以分享你的绿茶。我今天他自己手滑，他自己手滑，好不好？他刚刚一起回家的时候呢，我就拿着我的饮料，就甩一甩甩，就甩出去，然后他就一脚就给我踢下去。不是，我跟你讲，那个时候我要走路，然后就走走走，他刚好在我走路的轨道内，我还没来得及反应，我就一整，他就在唰，没有那么大力啦，哪有那么大力？就这样了呀，没有这样。我跟你保证，他这里面他不吃。被发现，是啊，有点饱。放松的两三天，你知道没有人要理你吗？彩虹的传统，我懂什么？有没有很熟？我懂什么？这首歌你应该很熟。没有哎、欸，我就刚那个你跳舞那边比较熟。对啊，就是这一首。We so。每年想跟你相处。你是有那个吗？这首。有。不是吗？有。你跳。真的吗？不是，没有，什么两三天，没有吗？好吧。他们会有一个神奇的律动，我正在。他们的头发很酷哎、欸，你不觉得他们两个结合在一起那种很神奇的？你说我会有点无奈，我们现在可以来听肉肉的歌单，还不错听吧，我可以听肉肉的歌单，不用怕，真的大家一起非常好，他的名字就叫做，他叫魔动魔动魔动闪发，魔动闪发，他们有一个手势好像是这样吗？跟我们可以这样吗？八回好不好、啊？你也爱听 hip hop， hip hop。很神奇的律动。你虽然有那么多，我不是吃水饺，是不是八颗刚刚好？还是锅贴？还说
他说那就小，不是我说的，是我妈妈说的，妈妈担心你，妈妈担心你、啊。记得我最多可以吃到26颗水饺，还锅贴啊，就是混合一下的。我去哪？恐龙。去去去去去。不不不用，谢谢。吃饱一次。有点饱了。咦。你有点坏，有点无奈呢。什么东西？二硫好狂。Hello Hello。这痘痘贴太明显吧 ！Oh my god！ 这个、啊，好啊，不是啊，你不是说他要当我的生日礼物？我生日过了。拼完给你啊，我还没拼。拼完谢谢。不行，我要给你，是恐龙。咦，这个漏漏啊！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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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东西？妈妈，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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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哦，你。现在才2颗而已，哪算多？他说我的鼻涕，你那混沌，光荣血。嗯，你有时候真的很希望他在我旁边，我都没有带卫生纸。吓到我了啦！走一下。你要哪先放你家啦？它看起来不像恐龙，它看起来像……不管要送你。哈特的鳄鱼。这个恐龙。加冕大大大。长的，然后2个中的，中的是怎样？5个，我以为你也整个傻眼，到底在说什么？中的是怎样？一个，这个，你拼2好了，我拼，哎不行啊，他要一起拼对不对？是你5个8个的这个，5个8个的这个，我可以1、2、3、4、5，有，6个1个，3个2个 ，sorry。花之精灰跟向日葵。嗯，别看了。同学，你太慢了。同学在看啦。我觉得你来直播，我拼比较快。不行。我今天跟他同一个设计，他是掉了，有东西掉吗？对，掉了，我捡了什么掉？也是可以了。你不要撞到头，哎、欸，你不要撞到头。没事、啊。知道他也不会比家里家的空。那个真的是。我今天跟他同色系。我来放我的了。
不如我们唱歌。你要唱歌是不是？没事。你要唱什么？唱。你刚刚不是刚唱完那吗？嗯。撞到也不会更笨，他说的。谢谢啊。他说。没关系啊，反正我都排在哈罗王后面了。OK。哇，20%，不到10%的成功。天哪，还有一段时间呢，不知道撑不撑得着。你们吃完饭会擦嘴巴吗？会。不觉得不擦嘴巴很就油油的？对啊。唐涵吃完饭也会擦嘴巴，但是我发现很多人吃完饭都没有擦嘴巴。为什么？我跟你讲，我家啊弟弟啊超好笑，吃完饭就好恶啊！他也是被他妈妈就跟他讲，他擦在别人身上，听不懂。超好笑，我那天目睹他把东西擦在他妈身上。天哪！他因为这样。然后就默默走到你旁边，好可怕！我不行啊，我会发疯，我会发疯。你说他可爱是可爱，就是有时候有点，对吧？我不知道哎，一定啊，油油的，还要擦胡子，擦胡子还蛮好笑的。我觉得就是没有办法，又会喷啊。哇，擦胡子还蛮好笑。为什么它的颜色比较？我们啊正哎、欸、是正常的吗？应该正常的、欸。不正常，不正常。看一个比较黄，你那有没有？它是比较黄，这个比较黄。有哎、欸，哎、欸、有吗？有有有有有。哦，有问题。是。嗯。你没有喝过仙草茶吗？我不喜欢仙草。那冻你也不吃。嗯，我只吃阿宇。阿秋，你们知道跟那个阿秋跟阿秋的差别吗？阿秋，阿秋，一个是提醒大家我打喷嚏，对对对，一个是假的，一个是真的。欸、我打喷嚏，我觉得我打喷嚏一声超没有形象，阿秋的那种。我觉得打喷嚏不能忍呢、欸。而且听说，如果你打喷嚏把眼睛张开，你眼睛会喷出去，因为好像压力太大。你有试过吗？我不搞，干嘛？我不要我眼睛喷出去啊！我疯了，很恐怖哎！就你想一下，如果有人眼睛喷出去，捡回来，带回去，很恐怖哎！阿修是你最好的朋友，是不是你呀、啊？会，真的。真的啊，你没有试过？我没有啦，但是听说真的会压力太大，因为玩啊玩就是不是都会打喷嚏的时候都会闭眼睛啊，闭眼睛打喷嚏，然后就那样。哪里？打喷嚏闭眼睛啊？你们打喷嚏的时候不会闭眼睛吗？为什么会？我不知道啊，你就那一瞬间，我怎么会记得？对不对？就是你可以意识看看。隔壁是肉肉吗？对啊。嗨。隔壁的肉肉在拼。我是肉肉。恐龙。你们知道我一开始叫肉肉是叫什么绰号？我都叫二龙。然后我就跟他讲不要叫二龙。对。然后我就硬要叫二龙，那我现在就叫他蔡一龙。熟了才会叫名字，看我们以前多尴尬。对啊，我们以前 ，no OK fine， 是一楼不是二楼，那我就叫二楼。就不觉得仙草茶夏天喝真的很消暑，就是百绿，屡试不爽。我今天出门前，然后我是因为快要出门了，
国术对啊，你自己后面讲出真话，第一次看台太可爱了吧？你是在说我们两个吗？谢谢，我们两个的台都可以继续关注哦，感谢你。谢谢。就是我要讲什么？屡试对屡试不爽，现场才，因为我今天就是快要出门了，所以就没有想要开冷气跟。冷气跟电风扇，然后因为还要关，就觉得有点浪费电，所以就觉得很热，然后就刚好家里有青草茶，结果喝了大概三口，直接凉爽，太棒了吧！哇哦哇哦！所以你要不要试试看青草茶？不要，好吧。喝了会爬屁。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就是我不喜欢喝茶。为什么喝了会爬屁？就是你不喜欢的另外一个说法。对，就是无糖绿茶喝。哦，爬屁哦，我懂了，哎，蛮幽默的，哎，这个蛮好笑的。喝咖啡也会，绿豆糖也会。哈，你喜欢绿豆吗？绿豆我可以接受，但是没有办法。我不喜欢，我不喜欢豆类。就是小孩，我不喜欢红豆、绿豆、红豆、大红豆、大红豆，然后嘞，芋头，串串串。什么啊？很可爱，谢谢。红豆，大红豆，我也不喜欢大红豆，我觉得大红豆是最可怕的东西。你直接拼到三了，哦，你还在拼一，没那么厉害啦。红豆，大红豆，芋头，叉叉叉叉叉，你要加什么料？我喝过叫六茶，我好像有看过，但没有喝过。超爱大红豆，不好意思，我就不喜欢。可是我妈妈很喜欢大红豆，是不是？就是妈妈辈的比较喜欢大红豆，还是你也喜欢大红豆？我超喜欢大红豆。对不起，叫妈，个叫妈 ，I'm so sorry， 姐姐姐姐。红豆，大红豆，芋头，叉叉叉叉叉叉，你要加什么？几次啊？怎么可以这么有趣？问你呀、啊，太可爱了吧！谢谢。Oh my god！ 欸、我刚好听到他也刚好听，你有听到吗？有，我大概三秒才反应过来吧。大红豆应该是吧？我记得是。是什么？花豆。嗯。Mariana, Maria。超级不合画风哎、欸！阿曼雅，有人听懂我在唱？有吧？他们应该有些人会懂。曼雅，好了啦，大补，这是拼宝可梦。Nope， 是在拼。Pokemon Go， 恐龙的英文是 Dinosaur。好，我们来播这首。它就叫 Dinosaur 吗？对。Dinosaur， 这么多一个字。是这个吗？对。为什么？哦，六个。是要叫肉肉为姐夫？哎、欸，对耶。如果叫西西姐姐的话，哎、欸，你现在才发现这件事吗？是的，因为不是叫你名字啊。谢礼物，就是这样。为什么不能叫你名字？叫名字不是比较亲切吗？你都叫我什么？蔡依罗。好亲切哦，哇！不然嘞，或是肉肉。谢谢追踪，谢谢。嗯？你拼错了吗？开玩笑。在你手上的、啊。嗯。
是吧？好了，没关系，开心就好。我人面那么坏。不要这样嘛，请热情一点。好可惜哦。多骂几回。毛豆跟黄豆其实同一种植物，是哦。怎么了啦？你刚刚戴的时候，我只有看到。谢玛寄的礼物。好像有一点错了。干嘛啦？是你。要煎下去。拿着可不一样。才不会嘞！一样的。我怕它会痛。我之前有。高人觉起来对啊，不要肉肉比较肉肉不好忍，肉肉比较大家觉得我很难相处，不要没有啊 only 你不要一直放在心上好吗？偶像啊，真伤心，偶像什么意思？什么偶像他好哥什么意思？今天晚上肉肉不好，哎呀就就放不进去。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在拼恐龙，肉肉在拼恐龙，我在跟你们聊天。好，我讲完，就是我就咬高人觉的剑法，然后高人觉觉得超痛，然后他就一直很防备我。自从我咬了那一下之后，我只要站到他后面，他就各种转身，勾脚。风骚转身，不要学我。风骚转身，风骚走位，风骚走位，风骚转身。太可惜了，太可惜了。我弄痛人家，对、啊，他说超，我就说还好吧，我没有咬很大力，因为我那时候真的没有咬很大力，大概六吧，六或七分，如果满分十分，然后。他就说很痛、啊，我说可是我没有咬很大，这是兔子，我是杀人兔，咬人兔，好可怕！你知道是麦块杀人兔哥被人家打，然后就被杀，看得到我可以吗？看不到，看不到，要过来了，然后他咬我回家。我就从此再也不会在肉肉旁边。对，我就再也不会来你的家了。你家超远。我今天来他家，跟他家离超远的。我今天就是没有阿潘家那种近。对。跑步可以到，跑步到不了。超远。我今天来一直问他说你家到了没，然后他就跟我。我就是这样，因为真的就在那个方向，就那个方向啊，就这样，我就一直这样，然后我就说再走一段，大概再几分钟，然后他那个大概在三分钟之后又问了一次在哪，我就这样，没有，我走到后面，我是，就真的还好了，突然觉得我家蛮近的，你看这个很可爱，跟爱咬死，小可爱，问真心。再播一次，好听吧？好听。他们唱歌了，在那边前方十公里，笑死。没有，他跟我讲说几分钟，真的啊，就几分钟。然后走的超级。没有，没有很久，好不好？有。没有。有。没有。有。No。有。No。No no no, no.。不顶啊。No no no。哎、欸，你好快哦！你拼的好快哦！是不是？猛哎、欸！专业拼拼图。专业拼积木。猛哎、欸！它已经有身体了、欸，还有尾巴。几分钟？几分钟过后？几分钟？
我有开导航。你只拿我东西，然后你刚好剩一个。要哭哦！再哭一次。听错了啦。我被洛洛羞。被洛洛羞。拿不起来。等等。单单手，我不要装可爱，可爱过头。肉肉很厉害，一转眼就要拼了。对啊，很猛啊。你是拼多久？我拼蛮久，我拼了大概一个多。这么久？好像拼了一个半。哇哦！哇！我不常拼这个。这个错了错了。我也不常。好吧。可是我喜欢玩这种东西。天赋问题。我以前有去买一栋乐高房，感觉很痛苦。然后拼完就放那边长灰尘，废话，他就放在这边，然后就没有再去动它。但我很，我最近想要买拼图，透明的，亮亮，就上次我们去看的，你记得吗？你不记得了？我知道，什么有爱心的，对，我以前也很常玩，想买，超拼拼，因为我有亲戚在做那个的皮筏，就是卖玩具。然后是一栋，他们只能买一层，买很有趣。然后一边是住家，一边门打开是放玩具的仓库。然后进去就各种玩具。哦。没有没有，结果没有。你没有冲出来。然后我很喜欢，就是盖完之后，是你从你可以看到里面的装潢，就我很喜欢看里面的装潢，小小的那种里面的装潢。这是什么？还没好啊。不是我说那个啊，它的头盖不是可动式的、啊，因为它是这个是啊，有可能。你们懂吗？就是看房子里面小的房子，微缩世界，大概类似这种感觉。就小的房子里面，小的房子的里面，就会觉得很温馨。你喜欢阁楼吗？喜欢。我也喜欢阁楼。我觉得阁楼就是一个很温馨的感觉。嗯。好想要以后自己家有自己的房间是阁楼，感觉就很舒服。想想就觉得很棒。哦，看得到，看得到，看得到。可是应该也都被别人挡住。可是他们，我们放哦，对，微缩世界的感觉，对对，就是你可以看到里面的 feel。我喜欢。feel 是什么 ？feel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是什么？什么神奇的东西？什么？乖乖的，乖乖的，乖乖的。你也听他们别的歌。可以啊。我要听。大元素。哇！撕拍了，撕拍了，怎么办？我今天就是第一次来他家，然后瑞典就各种问我说，他拿他家的东西问我说：“这是你吗？”会不会在喝水啊？哎、欸，你帮我擦好不好？这个擦另外一边。Let it go。太多了，要换另外一边。太暗了吧，姐。OK。去吧，小猪弟。啊，你不长长。怪我吗？你不长长，紧张。紧张中。哎，先冲冲冲，小心一点。我后面要干嘛？
高通电容量。哇哩哇哩。然后回家说：“哦，这么的，那我的，那我的，那我的。”然后你就带着东西回家。对对对对。到家当旅馆。明天生日可以跟你说生日快乐吗？开心生日快乐哦！誕生日おめでとう！お誕生日おめでとう！巨蟹座吗？哎，不是，过了。可以完成的。生日三天后。六个。他最近生日是我也是最近生日。哎呦阿正，谢谢你的新之冠，你什么时候来的？哎呦，你可以去密室一下吗？我跟你说不行嘛。什么东西？他说他可不可以去密室一下？我可以，我跟他说可以，说不行。谢谢马尔济的剪刀，谢谢马尔济，感谢。下次都要去谁家呢？你猜呀、啊，你猜、啊。看谁要找我回家，哈哈。台湾住阁楼，白天天花板会很烫，还会潮湿。啊，可是很棒啊。不是很胖的、啊。我又不是。可以，因为是瑞婷，太棒了！你随风而来，随风而逝，这里没风哎、欸、啊，真。啊咪呀，手好酸哦。还要插在哪呢？哇吼！他真的好可爱，但他有点伤，你有感受吗？他有点方，他不理我，但是没理我。他有点方，你没有感受到吗？没有。有。而且他很难抱睡的，因为他又胖又短。Every day 。Every day， 因为他 every day 啦。笑一下啦。笑一下啦。你说 every day 吗？你说叫 everyday 笑一笑吧，哎、欸，笑一笑。他不叫 everyday 哦，连电风扇都没有，这里只有连屁。他粉色感觉跟开合为一，对、啊，我今天跟他是红色系。那、啊、卡比就长得一样，就 everyday， 对、啊，你说方方吗？哈哈哈，方形卡比也是蛮酷炫的。我才不尬吧，可能偶尔吧。我的尬是已经没有禁忌了。那尬妹，让尬妹怎么办？尬妹是我的新培养的。尬妹，你祝福安安，安安真的尬妹。我真的很开心。因为有尬妹吗？嗯。你们可以组一个尬尬组。我们出去讲相声，尬尬姐，没有人要笑的地方。想尴尬就来听尬尬姐妹。
你现在有点尬了。哎呦，我觉得蛮好笑的啊。好吧，没有人 get 到。get 到。get 到。我跟卡比是情侣吗？不行啦，不太好，我不喜欢 everyday。生出来欺负我呀？对，这会超级 A 哦，直接 A。不是 everyday， 是 AAA。对，尬妹 uni 尬妹。我觉得你们 MC 也是一下。尴尬的时候最好笑，他们说尬过头反而会有喜感。没有啊，我之前尬都没有人理我，大家会说哦下一位喽，你们超坏，观众会吓。每次 mini con 完，心里受创。没事没事。尴尬的时候最好笑。怎么又是单身？哦，下一首是。唱完了，哎，他就说那就是不够。哒哒哒。拜。我怎么都听过、啊？好听啊！哎，快点，快点。哎、欸，你他们好像看不到。啊，对不起，对不起。他也买 MV 的。他的脚张是正确的。是吧？你看，长得有点低。It's okay. It's okay.你是到底多久啊？大概一个多吧，一个小时又四十分钟。很厉害耶！茄子请好好说话。肉拼的真的很帅，好像好快就拼完了。我好像要出去。你要出去了？哦，对，你对。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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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听错了，应该不行了，我这里都很宽。哎、欸，我也是，你看我这个，很宽，它特别。我是都宽，我好像只有小指特宽，小指跟我是你的心，哎、欸，有人说是他的心跟肉。谁？嗨。瑞婷会建议去抽上次抽的卡比板上吗？我会建议去抽吗？如果是我的话，我会选择就如果真的是很没有真的很喜欢的话，我抽爆一抽。什么？没有啦。好笑就是。蛮好笑的。哈。上次拼的那个头什么头？第二三四，嗯，不行，好吧，那你就不走了。很好，就是呀、嗯。我会建议去抽吗？我没有抽过，所以我会想试一次，就一次。什么意思？那好像不是给我们的，他好像直接广播哎、欸。
好像是直接广播。好，我继续讲。要问就是抽宝，对。就因为我自己没有去抽，但是就如果你可能哦，宣传是不是？好，感谢你的回答。就如果你可能，就如果你抽到重复的话呢？对，干嘛呢？你在笑什么啦？问我当然会叫你抽包啊！我是那种朋友要买东西，我就跟他说买的那种。哎，我也是。对，他也是。他也他真的是。我有时候会阻止刘雨琦，或者是我看到你怎么又买这种。问我一定是抽啊。哦，你相信肉肉一定会一抽入？我之前那个二单啊，超厉害，不是我在对。请说。我没有想要谁哦，而且二单不是很多人吗？打开没有，我真的没有想要谁。一语自己说，我要想自己，我那时候是嗯都可以来打开，然后就用那个反那个光碟，反光看到，哎呦是智博，怎么说是你会语气，夸张，我超吓到，夸张。线上的朋友，你两位是我，你两位，你各位啊，你们两位是我最喜欢的。谢谢，谢谢。阿尼格多尼。要问就是抽爆啊。我们没有那个资资工厂资资本。怂恿专业户蔡依蓉。买。肉肉也会阻止阿姐送柴犬。他真的很恐怖。二单才买六张，中了两张肉肉，谢谢。那还不中一下瑞？没有，也要看他有没有推我。那我们不推我们六张两张，我那是蛮可换的，可换蛮飞的。我也拿。好吧，不要那么真诚。喂。喂，搞不好他喜欢你啊，他喜欢你啊，这有缘分，没有抽中但喜欢我也是有缘分 ，OK？ 你不觉得金色的就是有点银细细，提花？好的，酷，哎，怎么还有剩？都会剩呢、啊，真的？你劈那个没剩吗？有，对啊，我们可以把它改装，哎，它可动式哎、欸。它会不会断掉？不会的、啊。OK。好猛哦，肉肉拼完了、欸。好帅啊、哦！可以可动。送你，谢谢。恐龙头会动。我要帮他加点东西。你可以帮他加一个 lemon 之类的。啊？蝴蝶结。不用。我帮他加脚。帅气千条什么意思？赢得比较简约感。对啊。就如果纯金色就觉得很有点喜欢、啊、什么东西戒指、就不会就很少人戴纯金的有看过而且纯金因为金是软的所以它戴就会变形就戴金的就你看我帮他加了两个角角可爱吧可爱谢谢就是蛮可爱角角蛮可爱恐龙头咬起来这个有点尾巴直接断掉这种我就不喜欢，会掉，就是它。嗨吹！曾经看起来爆发过，对，就金项链嘛。对，我觉得戒指还好。戒指如果很宽的话就，太宽了。手太宽了吧 ？On the subway。你知道配音？往上，往上一可，等一下。好了，对象年龄12岁以上。我知道你为什么听懂了，因为你12岁以下。我3岁。我3岁了，
恐怖龙，他叫，我帮他取名叫恐龙，恐，哪一个恐？恐牛的恐。OK OK。对啊，哎，恐牛的恐不是恐龙？是吗？不是恐龙的恐，是这个恐。啊啊。Hello，Hello。恐龙的声音好像龙。哇。他其实有点鳄鱼感。对啊。而且他的脖子有够细，不要去动。他的脖子有够细，不要在那边吐口水。恐龙啊，对恐龙。恐龙浪里，恐龙恐龙吧。你是故意的对不对？我知道你是故意的。恐龙恐龙浪里，剑龙，他叫剑，应该不是这个剑。好好，先不要。你对恐龙品种有研究？没有，但你就很喜欢。我只喜，唯独比较喜欢就是绿色的暴龙。暴龙，就是暴龙，太可爱了吧！你刚刚这样太可爱了。你有看那个吗？那个蔡桃贵，他生日，然后他姑姑帮他用一座恐龙，然后他就站在那里跟恐龙拍照，他就在，太可爱了吧？没有，我没看。一定要绿色的吗？恐龙可不绿色的吗？嗯，不要太奇葩的颜色我都可以。那黄色，土黄色，土黄色应该可以吧？土黄色蛮 OK 的。青好好什么？青好好，不知道，可能是说话吧。土黄色，你刚刚忘了。我说这也不是，不知道。有啊，他今天有来。暴龙会比叶、啊，不是这样吗？三只的，哦，是叶啊，也可以，嗯，我以为是三只都可以。耶，一直准备要点，记得肉的包包上不就有一只恐龙？对，对啊，照片，彩色恐龙蛮炫 ，LED 恐龙，超可爱，很可爱，怎么可以这么可爱？我没有在敷衍了，我是真的觉得很可爱，只是我的语气比较那个。地方，现在的 K 才没有都可以。我觉得他的脚长得有点奇葩、欸，就是你看他的一，他的两只是这样开的，然后这个是这样，你有感受到？可能是我拼的有问题，还是暴龙的小手手连嘴都碰不到，我觉得好可爱哦、喔，他们就跟鳄鱼一样的用。是啊，肉肉可以跟柏林手牵手去看小孩。你要看弟弟吗？柏林很喜欢你家弟弟。我没有太正控啊，正太了。正太。太正控。哎，还是可能是我拼错，好像没有哎。正太啊。跟企鹅一样许多度。哎、欸，我觉得那个海豹还是什么的很可爱，就是那个海豹，很可爱，不是，是那个海獭一样，就是会搓脸的水獭，水獭还是什么？很可爱，眼皮啊了，我是就是我喜欢可爱的小朋友，没有就是一定要正太，那你小女生你也喜欢，就要可爱。就跟你一样，喜欢受宠，受宠若惊。我跟你们分享一个很好笑的事情，就是昨天我回家，然后就戴那个耳机，蓝牙的无线，然后就戴到这里，找不到它。好的，这真的好笑，收到它掉地上，真的好笑，你知道吗？然后我当下是这样，你今天还没有看到完全示范，因为很贵，所以我就这样。等一下他们看不到了，我就这样跪在地板上，我的耳机，我真的是这样。他真的跪在地板上，而且我是在马路大马路上，超好笑。在马路上跪真的很好笑，哎，蛮好笑，超好笑。我刚刚讲什么？海獭，对对对，海獭很可爱，是不是快关播了？是的，大概在10分钟。
一个是什么小熊猫？什么？就是橘色，很像浣熊，是小熊猫，你知道吗？浣熊，浣熊跟小熊猫，还有大熊，大熊猫就是我们看到那个熊猫，然后小熊猫是橘色的，然后浣熊是比较不可爱的，我觉得比较不可爱。你可以看查一下小熊猫。小熊猫，我说团团，不是，不是，那是大熊猫。圆仔，不是，那是大熊猫。你查，你查，找猫，猫又不一样，好吧？还他当时跟我说有的，很可爱，他叫的时候真的很可爱。对，这个，他叫浣熊。不对，你查浣熊，他叫小熊猫。你看那是小熊猫，喜马拉雅小猫熊。你看，你查浣熊，猫熊还是熊猫？不知道啊。浣熊是比较咖啡色。猫人也有，有一种棕色多的，对对对。他们两个怎么好像？他们不一样。怎么长像一个都？因为尾巴也有条纹，颜色不一样而已。就咖啡色的，很可爱啊。啊，它就是那种卡通出现的。对对对对对对，很可爱耶，小熊猫超可爱的，所以它而且日本人在。我比较喜欢那个泡在水里绿绿大大只的，长得很像它。是什么？尼斯湖水怪？鳄鱼。鳄鱼。尼斯湖水怪。鳄鱼。谢怀怀猜拳，谢谢谢怀怀的剪刀石布，谢谢。你在上班吗？辛苦你了，谢谢你。感谢，今天还有肉肉。谢怀怀，谢谢。谢谢花花，谢谢谢谢。水豚就有个，啊，我觉得水豚比较没有那么吸引我。水豚就是大只的老鼠。你喜欢老鼠？不喜欢。你跟柏林一样。我在地上跑，就是。那狗嘞？我不喜欢非常过动的动物。那猫你喜欢？就是比较过动。可是恐龙蛮过动的。你怎么没有？可能我长得不像人。什么意思？恐龙，耶，你最可爱，小熊猫真的可爱，谢谢马姐乐舞，真的可爱，小熊猫真的很可爱呀、啊，谢怀怀，谢谢，谢谢怀怀，感谢，就是塔瓦哥，就是塔瓦哥，就是塔瓦哥，有双关哦，谢谢拜拜，浣熊是你。不是，是小熊猫。我喜欢小熊猫，不喜欢浣，也不是不喜欢浣熊，就是比起浣熊，我更喜欢小熊猫。海报，那个是海报。期待又会见到瑞婷，期待见到你们哟。期待瑞婷，期待肉肉。同吧，同厂在，我不知道哎、欸。好问题。嗯，不是有同吗？你也是熊。超过19度，动员会躲起来吹冷气，所以就看不到是吗？林家九九非常，哎、欸，九九很可爱。九九九九，林家的猫啊。谢谢托拿香。不喜欢折耳，英短也很可爱。哎、欸，可是折耳对猫不好。我知道，就是英短學，我喜欢短腿。你知道短腿吗？就是。可爱到不行，真的可爱到不行。我对短腿动物很没有那个，很没有排斥力，像是腊肠。可爱了，但是小熊猫真的很可爱。然后海獭也是，海獭那个手真的很可爱、啊，而且肉肉的。对，它搓搓身体的时候很可爱哦，怎么会那么可爱 ？So cute， 我喜欢树懒嘛，哎、欸，还好。我们同一场，他是我们同一场。对，我记得陶宝哥头天的就是小熊猫，真的，陶宝哥是小熊猫，不是玩熊。有啊，我记得陶宝哥的头天，陶宝哥我们现在。我也记得那个头。看不到你的头天，你可以刷一下，刷礼物吧，陶宝哥。不用，我看得到了。但我还是比较喜欢，就比起柯基，我更喜欢腊肠。你知道腊肠？长毛腊肠。你知道吗？看起来那么没有知识，是不是？哎、欸啊，虽然我是哈罗贝雪，是这样吧？不是。我就比起柯基，其实我还是蛮喜欢的。大肠，谢谢桃好哥的新之冠，谢谢，感谢。
我喜欢我胡蒙，胡蒙我还好，胡蒙看起来很狡诈哎、欸。不喜欢。对啊，胡蒙看起来很狡诈、欸，可是腊肠太胖不好看，那就不要养太胖，太胖也不健康。我小时候跟我妈讲说，长大以后养獒犬。獒犬是什么？獒犬就是长得很凶，然后它小时候很小只，长得很大，吃肉的。吃肉的。我找给你看。吃你的。西藏獒犬。吃你。毛很多吗？就是长得蛮像，小时候长得蛮像黄金猎犬。黄金猎犬很可爱，只是它太大只了。嗯。德国猎犬叫，就是那个，就是瘦瘦黑黑，对对对，耳朵尖尖。你想养这个、哦？我小时候觉得它超可爱。那现在呢？而且它很霸气。现在养不起啊。自己都可以。那哈士奇。太过动。它蛮憨，就是不是都憨都叫它很憨。嗯，好。憨憨的，好可爱。九九很像发展，真的假的？我以为他还很瘦哎、欸，跟乌咪一样，乌咪超瘦的。我喜欢小小猫，小小狗。小小猫，就是小小猫，小小狗。手掌型，小的马尔济斯，还好。马尔济斯。已经很久的首歌，吉娃娃，嗯，太过动，我不喜欢神经质的狗。你怎么可以说人家神经？吉娃娃是啊，它真的神经。这是事实，跟马尔济斯好像，哎，不是，可是马尔济斯还好吧？我同学养了一只马尔济斯吗？我同学养了一只马尔济斯，它很懒哎，看个性吧，感觉。嗯，可是吉娃娃一般来说，而且吉娃娃都会吐舌头。你不要，然后眼睛要瞪大，然后双眼无神。其实有点像，微笑，真的微笑，微笑的才有。我可以找照片。獒犬很大只，而且很笨，很笨吗？獒犬呢？獒犬很聪明吧？哦，是哦，我不知道。饿它才是。还想到今天忘了喂猫，好，它会不会饿到不行啊？怎么会这样子？而且都吐左边、欸，很像哎、欸，很像哎、欸，很像哎、欸，真的很像哎、欸。博美，博美啊，博美。七七家五五肉有看过？没有，我有看过阿吉。哦，你看过阿吉？我都没看过哎、欸，我也想看。长大的獒犬，超可爱。五五就是我喜欢的那种小小狗。长大的獒犬等级超越多数成人体型，多数成人体型，他的意思是我，不是吧？自己都养不起，爱上你不是有养猫吗？我不知道，我不是啦，我说他啦。哦，伯恩山获胜，伯纳也很棒，叫你马二季三十七，只可惜就是这几种，最大神经质，博美，可是他是什么？五五好像是博美，听说很凶。猫猫大概一岁就会变成猫大叔。喂猫不是这样的，还可以忘记。肉肉超香，我也觉得。你这是肉娃娃，手好酸。五五就是博美，五五好可爱。我看着阿吉，阿吉，我那时候去的时候阿吉的。它就是那种我会害怕的狗，太过动了。那你要你比较如果也有，我喜欢那种安安静静，都不理你那种。你摸它就是，但它很安静。它过来就是很开心，就是我可能开门回家，它很开心。嗯。但是不能持续太久。哦。大概懂你意思。那如果一个极端的选择，就是一种很嗨，然后阴间；一种是都不理你的，都不理我的那种。真的。对对对。哇塞。阿吉很小只，阿吉松型，哦，还蛮小的，小所以都拿去养它了，不要走心，而且没有不会，我们不会走心。超讨厌玩，超讨厌穿短裤，因为他们玩走。会痛吗？不会痛，就是我不喜欢那个感觉。痒。他用他的肉肉的手踩你的脚，然后还有指甲的感觉。哦，我也不喜欢。所以，
是有狗我不会想去碰，穿短裤的时候有狗我不会想去碰，或者是豹换。可是我之前有看过很可爱斗牛还是发斗，发斗还有另一个叫什么八哥，对对对，看到很香很可爱，八哥真的很可爱，也很会流口水，然后就会来吃，然后你吃的时候就会湿湿啊，那我不行，我不喜欢流口水。看，就是他们就是很呆，比二哈再呆的那一种。真的，有人说敖犬很笨，比二哈还要笨。可是他很凶，他是可以咬。对。没了。我朋友家养两只吉娃娃，超可爱，超常去他家。可是吉娃娃是不是就是是吉娃娃正常就长那样？不是有些吉娃娃是变形才长这样，好像有故意特别小，然后就会更可怕。没错，就超级小的，差不多就很暴动那种。暴躁，不叫暴动，那叫暴躁。马尔济斯很安静，为什么不理我？是西西，哎、欸，西西耶，什么时候进来的？刚刚，你有看到？没有，傻眼。西西也好久不见，敖犬是真的可以咬死人。对啊，可以啊，他很凶，他真的很凶，只要有八哥就是日华家的虎虎，虎虎是谁？今天有肉弹吗？什么意思？不好意思，不是我的台哦。Hello， 不是我的台哦。不是太懂，没关系，很多人都这样。觉得吉娃娃草一部分叫声很尖吧？对，叫声很尖很恐怖，而且就是可能路上那空空天啊，空空天，懂我意思？很吵，或者放鞭炮。大概懂了。语重心长。不是狗，没事。蛮好笑的，哈哈哈哈哈！在线上，比特犬是什么？比特犬好像没听过，没听过。有一种狗很凶，然后是全身肌肉，就这样，好像就是比特犬。什么？你家养英式卡可卡可卡可卡是什么？还是很不安全。就是这个澳洲美国恶霸啦，哦，哎，很恐怖哎，我觉得我他也是可以，真的、哦、好可怕哦。活动上见就好了，不行哦，嘻嘻 ，no no no， 巴尼，这个也凶，好可怕哎，这种我都不行，他长得太凶，长得凶的我都不行。你看，咬死，好可怕哦，哎呀，可是他看的时候也很强，大单犬。一样吗？这个是比特那一种大单，那种外八的应该是英国斗牛犬。看你家马尔超乖，反过来还比较怕人。马尔济斯。哦，就是那种美国卡通会出现的那种。哦，对对对对对，汤姆猫里那只英国斗牛犬。啊，我知道，带那个刺刺的。哦，好像有画面哦。你们知道阿肥吗？肥猫斗小强，想强，想强是谁？有人叫想强吗？小强，肥猫斗小强。我觉得那个好可怕，我刚刚那一张照片，那个，它真的就长那样，而且还是真的是有肌肉，好可怕哦，但是那真的有肌肉。我记得好像911有人有养，还是他们工作室有养。我不知道，哦，记得好像是，因为他是激动。我那时候看到觉得他好可爱，好可爱。真的很可爱，他长那样，然后一脸憨憨的，一脸憨憨。就是他不凶的时候。反差。小时候的乳名叫强，乳名到底什么？我好像没有乳名，你有？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强强。为什么啊？为何叫你强强？很不合哎，强强。火车。巴基杜，哎，没听过。看过什么？你说这个吗？你们知道恐龙鸟吗？你知道恐龙鸟吗？大家要查多少东西啊？恐龙鸟，恐龙鸟长得很恐怖，但是我，耳朵很长，我觉得还好。
你就被叫强强，可能想要你很强吧。它是鸟，蓝色的。这个你知道吗？哎呦！然后它真的可以吃。吃着。尼采姐开播了。我差不多要关了，我已经超十五分钟了。可以吗？跟你分享完恐龙。向前。好了，看过没有那個？哦，对，我忘记，我只要问我，我就会忘记。强强，那叫什么啊？姑奶，还没，我讲完恐龙鸟，就是我当时是大概国小的时候去新加坡玩，然后就去他们的动物园，然后就有看到这一只，然后它就长得，因为它是蓝色的，就是蓝色的动物，印象很深，对，特别吸引我，然后它这边还红红的，就有点，就是有点像公，是公鸡，就鸡会有那个弯。在下面，嗯，好，我知道，看起来很新的那个，对，耳苗哦，它叫耳苗哦，这不是念耳吗？耳苗，我怎么念起来那么丑啊？火鸡应该吧，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对，它叫鸟鸟，然后它这边鸟鸟嘞，傻眼，然后它这边就有一个就是。尖尖的，没有，它是这样，我刚刚看图，它是这样。是哦，嗯嗯，我以为它是一个这样，反正就是有一个尖尖的，然后是硬的，就看起来就是硬的，然后，我觉得被吃掉。它是啄木。然后它上面就写它是好像是恐龙的后代。然后就是它会把人的心脏这样挖出来吃掉。是真的吗？就它上面介绍写的。可能是很久以前。嗯，很酷哎，然后我就印象很深刻。鸟鸟，好，念吧。你知道鹅是什么吗？鹅是火鸟。什么意思？鹅，火鸟。哦，我懂，笑死。吃火鸡应该是这个名字。什么一堆名字？鸭是假鸟。鸭是假鸟。OK。有边读边，没边念中间。奔跑吧火鸟。啊，不是，气火鸟。OK， 念榜。哎，这首歌很可爱，我喜欢。还播完再关。第十名是马季，谢马季。第九名是柠檬，谢柠檬。第八名是贝，谢贝。第七名是金柚，谢金柚。第六名是豪哥，谢豪哥。第五名是马尔济，谢马尔济。第四名是开心，谢开心。第三名是爸爸，谢爸爸，赵天爸爸是同一个爸爸吗？我也不知道。第二名是 Tuna， 谢 Tuna。第一名是怀怀，谢怀怀。怀怀现在应该不在，所以是怀怀、Tuna 跟叫声爸爸，虽然我不知道叫声爸爸在不在。怀怀、Tuna 跟叫声爸爸，可以指定的动作。怀怀、Tuna 跟叫声爸爸，好，一分钟内没有就拜拜喽。谢瑞典不会。嘿。可以跟肉比小爱心吗？等一下，我坐地上。好像应该在工作，然后应该走了。那先你看 ，OK， 不会，好。他比较好可爱，我也觉得。很漂亮。一二三四五，好。就到这里啦，然后喜欢肉肉记得去追踪肉肉，喜欢我的请继续关注，然后下次的开播时间呢就在官方脸书锁定，就这样，大家拜拜。